网络的实验。来，志愿是当一位厨师，以后想当一个工程师。我的志愿是当一名导演。纳鲁湾大酒店在台东深耕多年，我们看好台东的观光发展，近年来快速成长的观光数字，让我们更有使命，要打造最棒的饭店及旅游服务。我们需要柜台、餐饮及房务人员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一份安定的工作是一个健全家庭的开始。三年来，我们努力改善环境，推出特色主题观光活动，为的就是发展产业，吸引企业投资。2013年将是台东的黄金就业年，会有超过2000个新增的就业机会等着你。不必离乡背井，只要牢牢掌握机会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请打台东就业专线089-328-254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开创台东的幸福。